什么化掉？化掉了，又化掉了。二三。哎，为什么我会出去？我抓它，对不对？三二三又。哎，为什么又不一样？化掉。为什么又出去？又顶它了，对不对？高了。为什么可以化掉？他说松柔啊，那松柔有没用啊？有啊。那为什么要打？这边没有了，可以从哪打？一定是这边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，还可以从这打，一定是这边。他这边可是他这边会挨打，但我不会打人，来再来。为什么又没有了？挂掉了。那答案就挂掉了。啊，好。